好，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20号，开服的整整第60天了。今天有个活动啊，我们这儿先打一下这个烈焰之神。然后有个好消息啊，大仙那个游戏我们接不到，但是接到了一个很像的游戏，叫做《大话仙境》，右外角小铃铛里面有这个新的游戏，里面就上新了这个新游戏啊，可以去看一下。刚进来直播间就听到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说好的好的，大话仙境玩。我们各位，今天是我们这个游戏那个寻道的第6天嘛，我们播到第8天，就是明天后天再玩一下。第8天出新功能玩完之后，我们第9天就玩这个新的游戏了。这个寻道干不过别人，晚上来说这个问题啊，来吧，今天组一节活动，清者自清，万人识。哎，这句话我喜欢听。我知道你在说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嘛？啊，这个宝箱和以往的还不一样，抽起来，清者自清，万人识。就是如果真的如我媳妇儿所说的，我就是一个垃圾垃圾，我就是一个下作无恶不作的人，我自然一定会以后一定会翻车的，肯定是这样子。但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不能仅仅取决于他说了算，对吧？看我实际说什么做什么才行。我就想说这么一句，为啥弄者没虚，这么虚是吧？哪里虚了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虚，好吧？不要随便乱说，好不好？嗯，这活动还花的有点多啊。哦，要花多少？直接交我老差不多3万。哦，好。但是他有这种活动，2-3万钻很正常，交我老公可还行？奖励不好啊，就一个半套大奖。你这个姚真饿了啊！你叫我老公，那你是不是得要替我还一下这个什么贷款啊？我的网贷还差了30多万呢，真心差那么多啊！虽然这个月又还了2万，但是还差蛮多的、啊。旁边这个老黑是谁？小黑龙啊，你都不认识了？啊、老黑就老黑呀、啊，你说的老黑呀、啊？你来试试我虚不虚是吧？这里是完了吗？啊、这个跳呢？本来想说一试便知，但是抱歉，不用试都知道啊。咱们直播间全是男同是吧？今天我还看到有个东西，啊，他们说成都这座城市呢是从零发展起来的，从零啊发展起来的，各位，这是哪边看啊？龙之怒，此其哇，这个龙须啊，哪个龙须啊？你看这个不是龙目虚妄吗？简称龙须啊。这还有追魂呢，龙魂啊，好龙追。双十一的时候，小龙王同不得发红包吗？这个双十一发什么忙？我们现在双十一都不买东西的。对呀、啊，都穷疯了。关我啥事啊？双十一，双十一不就11月11号吗？有啥特别的是不是？哦，是我的结婚纪念日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知道。我就是双十一去领的证。当年我领证，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我领个证在双十一，那我双十一买的东西就算是过节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又很好记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只有女生爱玩双十一是吧？我觉得不是。如果你真的有想买的东西，比如说你就心心念念觉得这个什么什么东西，你又列了一个清单加到这个购车里面，就等双十一去一键支付，对吧？那你是很爽的呀，好像来了轮款买的雷霆，来了个雷霆冠军，绝雷霆哦，那还可以啊，但是没啥用啊。好啊，上一个千与千寻的游戏吧。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，把宫崎骏叫过来，让他开发一个，不然我揍死他是吧？这个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，这个直接把绝吃了。那 OK， 那你要把绝丢到仓库里，或者就直接上。不然哪天你就把它吃掉了？留着，我感觉这绝感觉作用就是好看，感觉作用不大。哎呀，但是好看就是好看，对，就为了个好看。小龙今天怎么唯唯诺诺被教育了吗？啥叫唯唯诺诺的呀？没有，可能这个吃饱了，撑的，撑了，憨了，吃憨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今天吃的有点多，吃了差不多5碗饭。啊，我今天去修了个手机，靠，堵车来回花了3个小时路上，而且那车好便宜啊，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，打车费37块。那是什么？你下班高速、啊、就是他是一口价，然后堵车的时间长，他也不加那个钱。这什么人也不行啊？为什么打我打他这么好打，他打别人也这么好打呢？因为石头剪刀布嘛，然后这样的话别人打我们也很好打，是吧？是吗？就是你要做啥？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学校哪一个？香甜可口老少一，这个学校啥？老少什么？老少协议。对对，没有毛病。对啊，那我不要去读这面点，我看这几个字读他要啥？我看在哪里可以看。三种材料制作美食啊？对啊，制作啥不应该有个感叹号吗？我今天在哪里看到的呀？制作就行了，你先放进去。发三种，它不一样的，这个做的是。那你不是出来了？你要制作做啥嘛？主要是。但我也不知道做啥，长春面试吃的不是？你看长春面试吃的。就是你要做什么？九品羹。他需要啥？需要这个。这看他这里香甜糯口，一个是糕。水果混合面粉制作糕点，你点制作。1、2、3。水果。1、2、3，他们需要。啊，不行，别呀。他哎呀，大哥，他都说水果混合面粉，香甜可口，要么是这个酥，要么是这个调料。点一下，点这里可以看。点这里，这几个做哪几个看一下？有总共有4种。你看，他应该是在糕点还需要。哎，他也没有说他有什么区别吗？有，
做他送他想吃的，给那个多的狗。哦，每隔三小时小五会更换想吃的美食种类。啊、现在是高，就这个重阳糕还够五百，那就做重阳糕，我们做重阳糕，也制作这里。重阳糕怎么做？点一下，看一下，这凤梨不是。就这个，这个重阳糕全部。他说了，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水果面粉再加个调料就行了。走你，你送他糖，先说一个啊，看加多少。哎，一起送了。加2500三次，7500，7500的材料也不够啊，可以换个内单呀。啊，也没啥用，留着吧，留着后面，留着换后面大小啊。这个就是每隔三小时都要搞一下，但是现在就只剩蔬菜了，来放三个蔬菜，后面必须吃哦，一个份蔬菜，哎，只能放一个，对呀、啊，亏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点开活动，各位。这里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少做了一份，有点亏的。现在只有蔬菜的话，它是做不了东西的。它应该就是说，每隔三小时你只能做一种口味的，迎合它，然后每次得到2500这个材料嘛。我现在先做一种，这三种，然后再做这三种，然后再做这三种，然后他们就平衡了。总共是3、4、12、12种材料，能做出四种美味。但是我们现在由于我们只把这些都消耗光了，它就没有别的轮换了，它就蔬菜也就废了，相当于我少送了。明天再来吧。但明天也有这个，所以说每天给的不一样。行啊，那这既然是七天的就不怕。反正肯定让你拉满的，不让你拉满，他玩这游戏干嘛？终于弄懂这游戏是怎么回事了。我们来玩个游戏啊，各位，这题是给小龙的。哎，算再粗一点，来给小龙安排的粗一些。别粗了，不要，不会猜。二，干嘛？三，等于100。各位，要求你在这当中加数学符号，让前面和后面的式子相等，对吧？怎么弄？你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数学符号啊。不知道，那数学不好，那根号那些都不会。就是我有两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，各位你们帮小龙出出主意啊，知道？那是啥符号？有人第一种是1+2+3啊，不等于100，就是不等于吗？你猜吗？这是不等于，哎，就真有这个符号是不等于，不错啊，这是其中的第一种。对啊，数学不好。好，1+2括号除以三等于100%，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这种答案啊，这个是很牛掰的一个思路。还有吗？又出一种解法，前面这个-1+2。等于一，对啊，一的话再加上多少？再加上9，这样开个根，等式成立。不开根，再来个中括号，左边平方也成立，可以的啊。还有一种办法，牛掰牛掰啊！这个真的是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。1+2，括号除以3等于1.00，这个算作弊吧？也是一种思路发散啊，挺好的。你们都是数学课代表，挺好的。小龙答对了0题啊，鼓掌！哎，这个小龙的真实实力已经得到了展现啊，我们这庆幸直播间有小龙这样的人才。开始吧，啊，1+2除以3等于100，刚刚已经有了。好，好，来玩一区的这个，打个 V8。你我以为你能出超级的，哟，小龙突然间声音大了好几个分贝，你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娶媳妇了呢。我以为我能被裁掉，就你看你连个啥都没有。这个节目是你们猪猪的主持人大佬是吧？好的。啊，小龙什么时候办一张？主持人的卡，拿着笔来，我写个主持人。好，现在这个小龙相望投借10万人民币，然后我写个主持人两个字，不是，写个欠条。你看这个主了，然后小龙写个欠条给我，然后呢，我转账给他10万，然后再让他往这账号上面充10万7里币。哎，这个流程就有了。你看，既有借条，又有我转账给他的这个10万的一个流水，最后小龙还把这钱花了，对吧？这个是他自己账号消费的。好啊，这个借贷关系成立，小龙真的是用自己未来的工资啊，在帮我们上这城主。小龙怎么样？当事人没有同意，证据在哪？只要啊，你找我借个10万，充游戏里，咱就上城主。对，我证据呢？证据呢？是不是小龙吗？不是，我说在这里，我不是打字，离远点。虽小，但硬啊，是吧？既然敢瞧不起我，小龙，对吧？那我就说，哎，这之前看那个马老师，马保国老师，那个马老师甩了一套，然后旁边的人说，马老师身体很柔软啊。然后是我打的呀。然后马老师就说了一句，嗯。该软的时候是软，对吧？该硬的时候硬。别看我身体软，但我鞭子硬呀，是吧？因为它闪电不连鞭啊，知道吗？哦，弄错。然后小龙就得去非洲挖矿了。不用去非洲挖矿的话，到时候他去那边就不回来怎么办？到时候找了个黑妞，这钱都不记得还我了，那不行，把他锁在国内吧。然后有人说你这是又小又软，小小龙弟。哎呀，那天你不够诱人嘛？我操，我会打这种话？所以我有点没状态。对吧？这种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人来欺负你，他说你又小又软，怎么样怼回去？你就说那天你不够诱人，你就这样跟他说，至少你也伤了他，对吧？表达了这个意思，所以他想欺负你，你就欺负回去，顺着他这个意思把他怼回去。我不怼，对吧？我不怼，就我没怼啊，大家不。其实我还可以说的更恶心一些，我说到时候主要是那天不想让你太松了，
到时候对吧，这个叫做什么，他都憋不住屁的你知道吗，小龙多有诚意，妄图的老板小龙，哎呀，这辈子他随时给我发个一百块工资，我就叫他一声老板，这多简单对吧，很简单的嘛。要不你们谁给我发一百，我叫一声，我叫着你破产可以。好，给大家发一一万的越南盾啊，让他叫一百次，就是2.98块，让小龙叫一百次爸爸对吧。小龙刚刚说了只要一百就可以叫，这是啥我没叫，挺好的挺好的，我没说小龙工资不够扣的。好，下播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拜了。